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回来。对吗 ？Hey guys, I just downloaded Cheer Factory. 今天呢会去这个传说，那个暴力者啊，得到了什么？刚刚看到了这个。Breath of God.That is so cute. This is so much fun! This one is ready to share. 他就跟他没有人了，会不会有人让我聊天？哎，这里下面是什么？哇，下面就是日记温泉了，下面才是。好了，我们来聊聊天，找一下人。这边好像是温泉的教学，我网路不小心偷看了别人的。你等下，这有黄金鸟。鸟嘞，放在这边。他带我去哪里啊？温泉吗？这有砍竹吗？哦，对耶。哦，原来这里是教那个砍竹的。嗯，还蛮酷的，我都不知道做的多好吃。好像跟我第一次一样哎。哦，还好还好，刚刚好。耶，决议提升又多一颗了。那决议真的太难存了。那你要帮我升级吗？找到那个乐师，
所以我可以拿到他的弓吗？那这样我就不用借石川的内经的诅咒。我原本以为是武功的那个内经，没想到是人。気をつけください。かの弓は求めるものを闇に誘うと申します。覚えておこう。だがどこを探せばよいのか。これを沈めるためだ。打ちつねて王は運命行き、青い愛妻の中を散歩していたと。手がかりになりますか。这游戏很喜欢花哎，之前又是什么紫菊，现在又是绣球花。这里不是可以泡温泉吗？就后来看别人玩才发现，我好像就是探索太多，变成说我都没有教学，我就已经做了一些，比如说砍竹啊什么的。自己应该有教我泡温泉的吧？我记得有啊。这个比较多。お侍、和歌を読むのが上手と伺いました。あ、对、就这个。確かに和歌を読む。日吉の湯に歌読みがおります。志村様のお知り合いだとお話をしてみてはいかがですか。いつか立ち寄ってみよう。对啊，我就想说啊，怎么什么我都不会做。那个牌具要怎么做？在哪边啊？我刚忘记看他说什么了，还说因为我已经写过了。哟，花朵蛮多的哎。这个好像蛮好看的。浪人、富家女人、浪人的好像蛮好看的。这个好了，是那还有这个日出，还是头戴先不买好了。哎，按错了。用具装束，那我用浪人。是这个啦，泡温泉是这个。さあ、この癒しの湯にお浸かりになってください。
戦に備え英気を養いたいでしょ。ああ、常に万全であられば。ではこちらへどうぞ。这里吗？休息，他会帮我补满血。这里才是教学村啊，我都没来过。损失，就好了。最大声名字耶，满的。那个时候牌具在哪里啊？其实。那你觉得要看一下，我有完成吗？应该那个牌具可以那个吧？奇怪，因为我记得网络有看到别人在这边玩的话会有。它应该是地板上有个东西的吧，圆圆的。是啊，我记得那个好像有石头，有石头，有木，是往这边吗？就不是，但是我找到。升起吧，弓箭，好好好。不对，我将会有新的弓，所以先不要。好像吹满一手，会有气候的改变，你不知道。那个牌具我可能再看看在哪里好了，还是要他跳上去啊？不是耶，该不会在这里吧？好，不是，好，那我直接先去那个任务地点好了。前面那边哈，
往这边走，对，这边很近，绣球花。有雾这里吗？绣球花什么样子啊？到处都有死人。哦，这里啊，跟随，欸，好多哦，往上吧。这里吗？要跟着画看了，呵呵，又是麻烦的呢。这里怎么越来越里面了？这是什么地方？这就是我刚刚的地方，不是吗？这我可以跳到那一个，哎，不行，你差一点，感觉是可以的吧？是我的问题，好，再一次。直接跳过去就好了。靠，出来就被打了。生人。该不会啊？该不会他拿的那把弓就是了吧？这个跳上去。六格了，专注。快到了，快到了。我看过一阵子会不会更新比较长一点，比较频繁一点。看一下，到了吗？我还没，还很远呢。我找到骑马过去就好了。哎，等等等等，好像是连击的。
靠，刚被什么卡住啊？耶，打死了！拿你的兽皮。然后下去吗？也是要吧。等下那边不就是我去救舅舅的地那个城吗？越爬越高哎、欸！但我这边是对的。哦，这边下去吗？还没有看到可以下去的点。快到了，怎么没有下去的点呢、啊？哎，这里，对对对，哇哇哇！靠，吓死我你！神社应该是晚上吧，嗯，他每个所有的任务好像都蛮丰富的，哎、欸，这里是往下、欸，哎，就说他不是单一只是做任务的、欸，它里面还有很多不同的故事啊什么的。那这边我要怎么走啊？感觉是进去的路哎，这有什么？哦，好，这也不行下去，这里呢？下去应该会死、欸。如果不是从这边，我也看不到路可以下去啊。哦，这边，那么奇怪，那么远，一定会死。这个就是用跳的吧？对，这边应该没东西，还是只能这边跳了。这个角度其实还蛮恐怖的，我常觉得，还好它不会有什么东西下。我怎么好像去了别的世界啊？这暗道有点呢。不过这游戏就是需要很多的专注，不然很容易会死。跳不上去了。我刚刚看到这边有这个，
不是黄金鸟在叫吧？好像没有，那就好。希望我不要走了回头路。哎呀，这不是回头路吗？感觉很像哎。这里的话，怎么了？我为什么跳不过去？刚不是有跳到上面那一根吗？可是我不是往这边吧？那没路，不是这边。还是我直接跳不过去？是又往这边了，不是哎，神奇。这边有什么？我刚不是这边上来的吗？那我觉得是往下哎，为什么会这样？这里又没东西了，另外一边呢？哦，这里。哦，这也就是我看别人玩的。我想说，我怎么没看过这条路？我今天就是稍微看了一下别人玩第三集，然后我想说奇怪，他怎么去的地方我都没看过，像他也有什么温泉啊什么的教学，我就没有。总算找到了，不过他那个牌具那边我还是没找到，等一下再找一下。不是等一下，反正就是等那个，等一下再看影片他是怎么找到的。哇，这个神社也太难找了吧。到了。我等一下去找那个传说。日本的，就是以日本为主题的游戏，我觉得都蛮丰富的。比如说《人王》啊，这游戏自己还蛮喜欢的。他们很蛮浓厚的那个日本文化在这边。哇，双倍伤害，好，非常好。比较好奇是在这里，这个岛在哪里啊？该不是往上的吧？
在下面呢，在最底下。嗯，那个岛会不会就是那个？是啊，它没有桥。那边吗？那个有点像哦。我们过去看看。就有点像那边的一个岛。我不知道对不对，不过这边也有蓝色绣球花，是有可能是这边。什么地方啊？为什么有一个？不知道这是什么？有绣球花，应该就是那个岛啦，因为那个形很像。感觉上去又要打一堆东西了，不知道为什么蒙古军都总是在我们前面。超多蓝色绣球花的，这个吧，这个头吧，没错啊，你可以缩小了。有没有船啊？没有，要自己游泳。耶，就是这个。获得画作啊？不这里吗？哼，那刚怎么了？他在找这一幅画啊，又回到这里，好远吗？他直接飞过来，太远了，我不可能跑过去。所以我应该往中间一点点叫马来好了，有海的，所以应该是这靠海。这边有海吗？没有海吧？感觉这边吗？试试看。哦，我应该就是跟那个僧人要打吧，我觉得。好了好了，差不多了。
过头了。没有看到蓝色绣球花，现在在哪里啊？那我绕个圈，能不能绕过去？还在山上啊？为什么突然找到温泉呢？我今天找到就泡一下。搞笑，我也没有想到。这个好了。耶，最大生命值，这个最重要。所以我爬到最高处应该，看得到一些东西吧。你按错了。那边有蓝色的绣球花了，那就是那一边，应该是那一边吧。我去过去看看。这里能下去吗？不是有看到蓝色绣球花吗？哦，对对对对，在这里。哎，靠，远离了。那我，还是这个太远了，我觉得。这样好了，今天好像没做过什么，我看看，如果真的很废的话我就剪接一下，如果还可以我就今天就这边结束。好，我们再见，我就等会再见，拜拜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发现呢也就在我传送点旁边而已。呵，靠，就是这个啊，根本一模一样，完全不懂为什么一开始找不到，明明就在旁边，我想太多了。这个吗？走啦走啦，赶紧过去拿拿拿！就是这一把吗？真的是弓吗？可真的是一个火箭过来了。靠，真的有诅咒。
我跟他打，哦，他就是天狗是恶魔吧？是吗？我也不知道。而且为什么我那么脏啊？看我要不要换件衣服好了，因为我在想我这件衣服是什么，是什么，有什么用途。我要这个。哇，这个音乐也太……他为什么收刀？猛虎を倒すことが先決。俺は後で考えよう。他那是恶鬼耶，等下这个音乐也太大声了。所以就是他会缠着我吧？哎呦，慢了！靠！哦，这次我打得不错，哎，我也死了。不能慌，就是看到红色点点就是要躲一下，不要滚，因为滚它就会打乱那个节奏。诶，差一点。长弓，他只要长弓，靠，太废了吧！好了，我们今天到这边结束好了，因为那么简单而已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